khoảng trời của bạn dưỡng. Có thể dài sẽ em tích lưu lãi mà. Đầu sẽ ngoài xin xác. Có thể lên dài rồi, có thể lên dài rồi. OK， 時間我哋再參與今日義愛出發把愛全程嘅活動，慈善兒子活動嘅所有嘅每一位充滿愛心嘅，無論你係大朋友啦，或者係小朋友啦，都歡迎你嚟到一齊咁參與我哋今日嘅呢一場義子嘅活動㗎。將你嘅每一份嘅愛心，即係將你洗現場咧所剪出嚟超過6寸嘅每一根你心愛嘅頭髮，由我哋所有喺義保處理嘅修理髮師。 為你提供嗰啲後面費嘅服務，因為咧將所有你所捐出嚟嘅所有嘅頭髮咧，我哋將會咧一一咁收集咧，寄到去中國嘅藏商家咧，佢哋將會製造出嚟啲假髮啦，而幫助所有咧喺冤癌症裏頭咧需要頭髮嘅一個人士㗎。所以咧，你有一份愛心咧，可以幫助過好多好多嘅需要幫助嘅一群。 演出嘅一份嘅愛心，讓所有需要我哋幫助嘅所有人咧，都可以感受到、感染到喺呢個社會上有你哋呢一班人一直咁關心住佢哋，讓呢個傳遞呢個愛嘅能量咧，俾於所有正面對困難嘅所有每個人，提高佢哋嘅每一份嘅響正嘅能量啊！希望咧，除咗關心佢哋之外，亦都希望所有需要我哋幫助嘅呢一群啦，都可以感覺到喺呢個社會。 佢哋係你被遺棄嘅。當然啦，嚟到現場嘅所有朋友啦，今日係於我哋意外出發把愛全程嘅呢一項慈善兒子活動嘅所有嘅每一朋友，當你剪完頭髮之後咧，都同樣咧，如果你覺得有少少肚餓，或者咧你想買啲食物，你想買啲小食嘅話咧，都可以去到我哋嘅食物攤位一齊咁參與我哋今日嘅所有嘅參與嘅單位咧，佢哋所售賣嘅每一份嘅。 愿意吐想洒分手，愿豁出生命，莫笑我痴情，但我永远也是一个日子孤单的经过，在这一生中，快乐也一个。
You.
好奇的脸上天色稍晚，
起过的是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成年，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指滚烫的誓言，咁即系嚟到现场咧，参与我哋今日现场出发，把握全体嘅所有嘅每一位嘅生日节目嚟见到啦，好多朋友都已经嚟到啦，由我哋所有参与嘅每一位喺怡宝著名嘅所有理发师傅啦，正在好用心、好俾心机咁，将你哋每一份所献出嘅呢一份嘅爱心之发咧，你哋我知道你哋保留咗好耐噶啦，多谢，首先代表我哋全体同仁多谢你哋先吓，因为。有你哋嘅堅決之下咧，有所有需要幫助嘅某啲人可能啦，都可以得到你哋嘅一份嘅愛心，得到你一份關心，恭祝你哋功德圓滿，福報嚟嘅，一生人嘅一種福報，一一咁去收集，有你嘅人生咧，覺得更加之美好，更加之美滿嘅嚇。當然啦，你都可以喺呢個生日嘅呢一層面展嘅活動啦，留低一個美麗嘅攝影。因为今日有你参与这一场义子活动，全因有你的出席。除此之外，你要欢迎所有的朋友。如果你剪完头发之后，或者你参与我们带着不同你的家人来到参与我们一项善事活动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欢迎你来到我们在这一边，在这一边上还有我们的义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是你第一个摊位，可以讲下你哋今日带咗啲咩嚟先啊？日本餐寿司啊！有日本餐寿司，如果你想食日本餐，整得好靓啊！师傅正话整得切得好靓，亦都制作得好靓嘅，所有嘅日本嘅寿司、日本食物都可以咧购买少少，或者喺现场俾啲支持佢哋都得噶，因为咧所有嘅每一位每一位做紧日本餐嘅日本餐师傅咧。就同樣，佢哋喺度將佢哋今日所籌到嘅善款咧，都會一一咁去關心需要嘅呢一群。OK， 接落嚟喺呢度，你哋我一睇就知道你哋係賣緊糕點，好出名嘅，係咪嗰個地方攞嚟噶？定係你自己製作嘅糕點 ？OK， 你介紹一下啦。楊家糕點賣 Jenny 同埋鹽焗雞。哇！鹽焗雞都係我睇下先邊個牌子啊！哇！遠瓊林啊，最出名嘅怡寶鹽焗雞，呢一份幾多錢啊？一份嘅糕點，但係你哋嘅咧，你哋係我哋，我睇到係有7蚊，有7蚊，有5蚊，分別嘅價錢。若一糕點係一盒5蚊，鹽焗雞係38蚊。OK， 嗱呢度咧有糕點同埋鹽焗雞，仲有呢度，呢度咧咩咩係咪你自製噶？就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是不是啊 ？OK， 没关系。你的这些是什么？你也不懂是什么？我问你的是什么，我也不懂是什么，你也不懂啊？我讲一个。OK， 你以为咩咩咧？有好好嘅咩咩咧？都参与过嚟呢场慈善活动。你如果可以嚟到佢嘅摊位咧，嗱，卖佢好似佢戴得咁靓嘅 mask 啦，口罩，同埋讲一个，仲有咧，仲有茶叶蛋。記得所有參與我哋活動嘅朋友，無論你有唔有將你嘅頭髮捐獻出嚟都唔緊要嘅，因為咧我哋喺呢一邊商場所進行緊嘅咧有義賣嘅活動，仲有剪完頭髮之後唔使做 facial， 食一罐龜苓膏都可以讓你容光煥發嘅，喺呢個攤位正在售賣緊㗎嚇。幾多位咧見到有雞蛋？呢啲係咩蛋嚟㗎？呢啲係。馬草蛋啊！馬草蛋即係點解噶？嗰只雞係食馬草，佢不嬲食嘅飼料係馬草，生出嚟嘅蛋叫做馬草蛋。馬草蛋比較更加之多嘅營養價值，係咪咁解啊？佢係 organic 咁解，完全 organic。我當然啦，食草噶嘛，食曬嘅。OK， 仲有蝦餅。OK
咧都可以嘅，就好似頭先嗰嚟昆托咁咧，喺入邊兩三杯嘢都得。OK， 呢度有 CM Best 嘅馬草蛋，每一盒係十粒，價錢係$8一盒，$8一盒。然之後水晶球一串$3，嗱水晶球一串$3，仲有嘅蝦餅每一包係$10，三包$10抵到飯啊！除咗你可以食之外，你都可以咧，今日嘅義賣會咧，將所有嘅善款咧去幫助所有我哋需要幫助嘅，仲有 Jerry Go 啦，都可以喺呢個攤位裏頭，嗱，認得佢哋兩個人。兩位穿著黑衫嘅一男一女，呢度有馬草蛋，有蝦餅，有 Jerry， 有水晶球。OK， 嗨，做緊。OK， 然之後到呢度，睇下邊個呢度，我知道佢哋好用心，好多嘢都係自己做嘅，包括咖喱雞黃姜飯。昨晚係咪留今朝早好早起身去煮咖喱雞，去製造啲黃姜飯。自制的黃姜飯$15一盒 Curry Chicken 加 Kunyit Rice 那是 Kunyit， 你都可以在這個攤位裡頭，這個檔位裡頭買到。還有的我們看到的有這些是 Pumpkin Coconut Grape， 即是金瓜椰渣金瓜糕。 Yes， 還有石公糖啦，剩下的冰糖啦，都可以在這個檔呢、这個攤位裏頭可以購買到嘅嚇，所以所有朋友除咗剪完頭髮，將你嘅收藏咗喺自己頭上，跟隨咗你，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好唔捨得將你自己嘅頭髮剪短，因為咧用咗好多嘅心機，用咗好多嘅日子，用咗好多嘅歲月咧留得咁長。就是因為你的一份的愛心，你的一份的慈善的心，去想著去幫助患咗癌症而已經冇曬頭髮的呢一群，所以今天你來到參與這項慈善義賤的活動，你的一份非常之慈悲的心，我們每一個人參與這一場義賤活動的人呢，都可以一一咁感應到，一一咁感受到的。所以咧，一個好好嘅方法，當你咧做咗一份慈善嘅心，由你嘅心情愉快之後咧，你都同樣可以繼續咁留低你嘅腳步，繼續咁喺於我哋今日咧嚟到參與呢一場慈善活動嘅所有嘅義賣單位，都可以嚟到現場繼續咁支持，繼續咁讓佢哋嘅所有喺現場所進行嘅義賣活動咧。將今日嘅所有嘅慈善嘅善款，或者都可以繼續咁推得更高噶嚇。繼續我哋見到嘅 Superstar Academy 基本手部護理$30，單色凝膠上色$68嘅配套，將你嘅手指甲剪得靚靚，將你嘅手甲化得靚靚，設計得靚靚，哇！我家陣我完全估計唔到，身為女性可以將個指甲設計到咁靚，可以美化得咁靚嘅。如果我比較下之下，我嘅手指甲同你嘅手指甲比，真係冇得比。所以係值得支持噶。嗱，除此之外咧，仲有 potential 嘅。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都同樣在現場推介緊你未來日子可能面對的啲問題，為你提供的包括所有的一切未雨綢繆的保單的。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你不想成為一位需要幫助的人，而你想成為去幫助別人的人，你就都同樣可以先未雨綢繆，了解一下國家恩尚保險公司咧，所喺今日嘅攤位支持我哋呢項慈善義賤活動咧，所為大家帶嚟關心你嘅所有嘅保單，都可以喺現場了解了解嘅嚇。
記得記得啦，右邊轉完髮，左邊繼續咁有義賣嘅活動。哇、哦！音響師傅你好識播歌喎、啊，太感動啦，應該播得。今日仲有鹽焗雞，是來自昆明南巴的瓊林鹽焗雞，都是現場售賣緊嘅。每一盒鹽焗雞只是區區嘅馬幣38ringgit，買一份鹽焗雞亦都可以讓你咧做到慈善，仲有日本餐。再提醒大家有嘉英閣，有呢位小妹妹戴住嘅口罩，有提蛋。有龜苓膏，有水晶球，有 Jerry， 有蝦餅，有食馬草的雞生出來的馬草蛋，做餐數，還有很多很多的小食，都樣樣同樣呢，在於我們今天的義賣活動，一一咁進行緊嘅嚇。依然繼續咁歡迎所有嘅朋友，如果你係依參與緊我哋今日嘅義警活動嘅所有朋友，你同樣將可以繼續咁將你嘅呢一項嘅慈善活動嘅信息咧，繼續咁帶翻去俾屋企嘅朋友，或者佢都同樣可以叫佢哋一齊咁嚟到現場，一齊咁參與呢一場非常之咁有意義嘅活動啦。Edison 都嚟啦 ，Edison 都嚟到參與啦，其實你頭你個冇啊？但我哋見到啦，喺現場有好多好多所有朋友係已經捐血上嚟，而唔好睇少呢一種頭髮咁多嘅頭髮，因為咧每一份嘅頭髮咧，其實佢唔多嘅，因為咧要製作一束漂亮嘅頭髮戴上頭咧，仲需要好多好多嘅，所以咧我哋希望所有參與嘅朋友，或者你知道你屋企人。或者你身邊的朋友，或者你隔離鄰舍，他們未知道這一項這麼有意義的這一項慈善義警活動，你都同樣因為呢今天我們的活動呢至到傍晚的6點，你都同樣可以繼續咁將這一項信息繼續咁分享給更加之多的人，讓他們繼續咁參與我們這一項慈善活動。我們稍後時間再見。
嗱，呢啲咪叫夫妻檔咯。丁先生、丁太太都一齊嚟參與。我表星真係冇我哋嚟參與。歡迎歡迎我哋記者團體朋友嚟到現場啊！開幕嘅典禮，因為咧同樣咧，我哋都要係於今日嘅議案出發，打案全體嘅呢一場自然而展嘅捐款活動，以及助額嘅活動咧，同樣都要感激所有喺今日每一呢一個贊助嘅單位，包括有Adonia Media、Adonia Academy、星洲人、星洲星洲日報、Check and Break 提供嘅今日嘅場地。謝謝你們所有的每一位的理髮師傅金龍眼炎手不發生身陽威寶美 Beauty Lady 以及所有的贊助單位呢已成就今天的這一場的設施的活動由所有的每一位朋友以及在這個現場的所有參與的所有義賣的每一個送埋所有食物的單位都是非常非常之有心大家都是同樣呢將你今天的所有的每一份的努力都一一地關心住所有患得癌症的需要我們協助的這一部分時間所以今天無論你出錢無論你是出力或者你只是出於一份的愛心都可以你自己今天參與這個活動呢都可以感動天感動地感應所有人也行
名字叫做叶利亚。有人在传说他的眼睛看的是明星。如果你给了他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来。为了这个神奇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捐款箱在這裡，你可以隨著你自己本身的心意放入這個捐款箱都是可以的。